我这就是安尼，一般扫完。我这起底飞落去，我这调查到第五左右就可以啊。第五左右。哦，啊，即马咱这个表是伊本身的表啦吼。啊，过来啊，咱即马这只有啊，只有锁完无？哦，锁完无？好有啊。啊，这穿印刷了，摕来只擦来，你即马穿摕来只擦。哦，附近诶。哦，啊，来到客厅的所在。哦，来，咱即马搁抽灯去。木材伫倒位？木材伫倒位？什么物啊？你要焊接的木材，买地的拍地啊？地啊，地啊，地啊，地啊！哦，你即马青菜你落，哦，地啊，白地啊，拢会使接来。应该是哦，地啊啦。哦，青菜地啊，迄阿叔接落去。有。啊，过来，迄都会使看到直接穿甜了，一直黏。好的，穿快，卖甜了哈，穿快。啊，然后你诶，即个线迄个位置要甲写落迄个位置，甲看下好。啊，然后靠感觉。哦，啊，即个火口就是即马快，即个火口啊，就是拢啊快，哦，伊诶气体保护较好。啊，过来，你若甜落去，伊就一直出线，啊，唔通惊。哦，伊就是一直出线。它出现的时候啊，它就一直焊接。然后我们一般的话，亚焊如何的方向，我们吸油度也是相同如何的方向，它的气体嘛。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焊哈。哦，这个不用什么技术，你叫一个国中生来焊也可以焊了。因为我儿子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焊的了。那个条啊？哎呀，亚属金。伊前久啊，你讲是四百迄左右啊，哦，安尼好啊。你要做椅啊？吓，我讲，带来刘英，刘英一人焊一焊一下。好，来，这个不用什么技术。我见我遐拢看伊个呀，什么看伊个呀？我也念无，我今日就无我看咯。直接滴下个好，滴下个好啊！即摆看我点落去过，可以了。卖穿。甲阿鲁邦的方向同款啦吼，什么叫做甲阿鲁邦的方向同款？咱即马阿鲁邦的前日行，亚焊在焊接的时候，你的枪都是用它的气体用推的，你不是用拉的。前都是扭过了啊！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讲啥叫去？哎，甲阿鲁邦同款，亚焊它的气体嘛。啊，你无染料啊？来，你即马穿甲阔啊，啊，迄个线焊丝拄出来，迄个位置你看好，爱像读书啊人去围有无？哦，它的推出来的焊丝，我这一张手给我点，你那个按下去之后不要放掉力气，哦，你按着让它出现焊一下。现在啊，你不要怕，不会爆炸。啊，我有点点。你还没焊啊？你免惊啦，先丢丢了，丢了就好了。我两只放掉，啊，要两个是，要两个是鸡的啦。哎呦，给倒出来！伤短啦，你较要久一点呐、啊。你拉按久一点呐、啊。看那个龙齿出现的时候再放。按久一点呐、啊，不要按下去马上放掉。你都会放，那个龙齿出来有放掉，有没有？你刚出现你就放掉了，你焊很薄才有那么快啊！我跟你讲停，你再停，来按。我没有叫你停啊。很修理啊！啊，我没叫你停啊！哦，来按，啊左，往下，往右，停。你的枪离太远了，你的枪要记得要靠着嘛，要靠着嘛，枪要靠着。来，你先不要按，你直接靠在上面给我看。可以。哎、欸，靠着，你懂吗？下去，靠下去啊，不是线靠下去。真的有没有？这个火口，火口靠下去，不是焊丝靠下去。来、哦，我直接拉你的手来按，好办，哦，就那么简单，按了两下啊。来。啊，你伤紧啊！再一次啊！
来，我牵你的手。好，这边特地要来讲的。啊，这个不会像电焊机那么烫，它比较不会像电焊机很热。好棒。哦，像是你这个啊，就是你推的角度有关系，推的角度跟电焊机相同。这个叫做电焊机，自动的电焊机。来，你再焊。来，你这样用久的。来按。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哦，很简单啊。你们有没有郭中生？叫郭中生来焊就可以了。这个不用提醒。哦，再换一个下去焊。换下一位啊。郭中生。你看，看了看我，你做咩表情啊？总这样子，我还看了看我，你做咩啊？我跟你讲，你可以不用戴帽子，你帽子拿去旁边，你直接来准备。啊，你是安怎讲？好，来，我们就麦请下吼，针头啊，准备啊，麦甜，请麦甜，啊，针头啊来啊，针头啊来没？我有没有叫你按？碰到按钮？有没有碰到按钮？好，有碰到不要按哦。你现在靠着有没有？然后按下去，然后它就一直出现，然后出现它就一直焊接你这个位置，啊，你这个要靠着。啊，要看那个。活口有没有靠着？哦，不是这个线靠着，是活口，这个叫活口。这个管子。这个管子靠着。靠着，然后来按。啊，它是这样子走还是这样子走？啊，你又不会用电焊机。没有。啊，你不会用电焊机，那我就跟你讲，从这个左边，你现在的左边，看到右边都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左边、右边。这个那么薄，你可以不用这样子按，就直接。这样子平平的焊就可以还是你要这样子左右，还是要这样子拉过来都可以，这样子走，还是要这样子转来转去来按不要怕，直接按啊。啊，快不快？啊，没啦，你嘛看不到灯啊，你看不到光。就烧好了。啊，可以看。今天。简不简单？嗯、不用技术啊！我现在都还没调啊！来这里有没有？也跟比那个差不多长哎。哎呀，需要黑阿鲁棒它跟这个啊，你把它调大一点点。嗯。好了，你再按，要赶快，不要那么久再放哦。它一样黏哦。哎，对啊。我现在一个把它调大有没有？然后你焊。不要用那么久。我会跟你讲的，不要怕。哦，听声音有没有感觉怎样比较强？有。哦，听声音有没有觉得比较强？你这样子焊下去的话，它会比较平、咔哒，比较服帖。啊，出线就比较慢了，因为我调这边有没有？它要跑很快吗？我调这边，我调那么大，那么调那么大的部分呢，我线也要跟着快。送线跟这个电流是同步的，而我们这个量多吗？我们怎么调都很好焊。很多这个 CO2 啊，我把它调。送线快一点，太快；慢一点，太慢。在那边调了几两趴因为这个就是好用跟不好用的落差。我们现在把它调到5，送线一样在2，然后现在很强。你看，它就可以比较服帖。你再试试，不会爆炸，你不要怕。有啊，有连住了。我没有说没连住啊，我说你再焊一下，去感受，再把它调，再调强一点，调到6。刚刚5嘛，太强了会破啊，破掉没关系，不会爆炸，不用怕，破掉就破掉啊，破掉就破掉，所以老板会罚你钱的，破掉有没啊？哎呀，罚你钱，你这个月的绩效减掉了，那太强了。我们现在啊，我把它再调弱，调下来，因为那么薄的东西，我把它调到6，太大了，如果是你调强，你有没有比较厚的啊？厚的。我们的好像没有，没有，好。那么我现在就是2跟2，这样就很好焊。你再焊，2跟2，你可以直接焊在这个表面上啊。焊在表面哦。哎呀，你今麦不个捅那个坑嘛，会使呀。会当捅坑哦。今麦捅坑在捅掉，我对两边。你今麦，这我快。这坑大焊是要捅个底细，摕一个塔啊来塔的嘛。拿个不要的铁嘛，然后现在你就是按一下放掉，按一下放掉，你要补这个孔，这个孔要补很快，你要停一下，不然的话会太强了。
啊，你的眼睛是不是不会看到光？因为火口会挡住你的那个光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没问题。啊，这个就是靠感觉。你只看得到那个，只看得到汗点。啊，你要斜点。看宝贝啊！哎呀，你要斜点它的出现，补那个孔会更好啊。会自动变色，啊，这个是全黑的。因为我的口音是台中清水 啊，你们南部这边我怕你们听不懂，所以我要用国语的。哦，你现在是不是把洞补起来了？对啊。啊，就那么快？你若是电焊机还是压焊机很慢？它不会补起来，它会越来越大孔啊。啊，那个是技术的问题啊。那个不能说电焊机、压焊机没有办法补的，是技术的问题啊。而 CO2 是最快的，它的速度是倍啊。我上面用。用用这个啦，你讲啊，还是要挂啦，我来。目睭灰灰对吧？我刚刚跟你讲的火口有没有，就是挡住那个光哦。其实还好。哎，你再挂一条钉啊。还是挂的较好啦。保护自己是最好的呀。我往哪里都可以量。你又起来量吗？很胖，你这块都挂没有挂？没有。他无等到人，还是要平啊。老无变，你无必要个创好变，你都行个对吗？啊，这你无变，较歹点吗？我要不要牵你的手？好啊，哦好啊。我现在同性婚姻通过了啊，你想要嫁给我吗？不要啊、哦，因为我也没有打算喜欢同性的来按哈。好，这样走过去，好好办。哦，就那么简单，好、哦、焊好了有没有？嗯，久一点。啊，这个、啊、你再焊久一点，它就会更大。更坚固。那我按了。哎，你直接按，我不用牵你的手。啊，我再牵你的手好了。来，我现在。哦，像是那里为什么有火花呢？那里有火花就是那里过电不良。哦。啊，刚刚这里附近也有火花，就是这里有过电不良。哦。来按。按。来按。按。哦，就那么简单。啊，那么薄的东西，你若是再久一点，这就破了。哦。来，我们现在。走这边哈，我们这个你不要按哦。下面这个是独立的一片，这里是独立的一片，你要把它九十度焊起来，走这个焊道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啊，这个角度的部分就是要平的，或者是用推的来。我们现在这样走哦，有没有？嗯。来，你按，来按着，来给我。哦，我们这个啊，有可能它会卡住哦，所以我们都是要转一下。好，来，我现在。按下去，然后这个你电流要强，它你可以走比较快吗？哦，我们现在电流没有调强吗？哦，然后我们这个焊丝有没有？来，这个焊丝照一下，这个焊丝啊，必须要焊丝来这边，这个焊丝啊必须要不要踩到哦，刚刚我有踩到，还有这个不要有这个。这样子焊好点哦，折到了，折到也不行啊，折到了这个就是会堵到啊。来，我们这个部分来你那边过去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车面呢、啊。这个是四颗滚轮的，四颗滚轮，一二三四。一般这个小台的没有人用四颗滚轮，我们这台四颗滚轮，它的推力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来我关起来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这个枪可以用到五米的长度。枪用五米，你说这一整条，对，焊接枪可以用到五米，用五米也可以很好焊，但是前提我们范围有很大，才不要那么长，哦，范围大才不要那么长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刚刚你的这个部分，啊，来你焊，好、啊，先不要折到哈、哦，来按，应该按好、哦，按，啊，走的时候啊，电流小就跑慢一点。啊，电流大就跑快一点。啊，这个喷线很小的，来放。哦，你看这个焊道，哦，漂不漂亮？哦，一只毛毛虫在那里，有没有贴在那个九十度角啊？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用鱼鳞焊，顶菇能不能用鱼鳞焊？老三菇也行。哦，顶菇可以哦，哦，西奥兔也可以，阿鲁棒也可以，都是可以跑鱼鳞焊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是技术的问题，可以练呢、啊。你要不要再焊？走啊！你没有走，一直在那边停留会破掉。哦，
啊，这个有焊接有这个烟有没有、嗯？我们要把风扇打开，把它抽走、吸走，哦，不要我们人体去闻。风扇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比较健康呢、啊。啊，你现在焊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不用技术 啊, 啊，这个锅撞身就可以的。啊，这个有没有火口？我有卡这个渣渣有没有？嗯哼，卡这个渣渣，这个渣渣一般的啊，都是这样子敲。好，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有 CO2， CO2 万能钱。锅中生来啊，锅中生来啊。的话这里会烧掉。嗯，我说我们有这一支吗？啊，哎呀，这个火口，火口的部分这个很烫。这个部分是一体式的、啊、你看啊，它这里是绝缘的，一般的啊都是绝缘筒分离式的啊，这个是比较好，比较不会烧掉的啊。这一颗来，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叫做火嘴，火嘴的部分哦要转紧哦。然后我们刚刚所说的啊，哦就是这个会这样子转下去，把它的渣把它除掉啊，这个非常好用哦，这个CO2 万能钱呢、啊？而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喷溅？啊，喷溅的部分呢、啊？我们有那个抗渣剂，哦，抗渣剂的部分可以把它不会比较不会粘连，哦，这个口啊会粘连，然后这个焊丝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这样子靠着，哦，这样子一直走，很简单，来你玩哈。哎，用这个看有呢，我刚看到轨道嘞，啊，什么叫鱼鳞焊？嗯，就是一层一层像鱼鳞一样叠起，就是你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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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的焊就要压在前一道上面，一个小块一块一块一块。它会很漂亮啊。对，你啊，压未掉，我咪搞不了，咪咪水水啊多啊。压未掉。那个光是看不到的，而我现在啊，若是把它这样子，我就会看到光啊。我这个角度有没有这个角度这样焊？所以啊，若是我在焊的时候，我常常没有带保护镜。哦，刚才转这样啊。哦，这样子走的话，我是看不到光，所以是还好。而调强的话一定要带，哦，因为调强的话对我们眼睛很大的伤害，还有皮肤哦，所以你这个衣服这个就是不合格。哦，会受伤你的皮肤，青春的肉体变老人去啊！啊，到种老人斑，你某无爱你，切啊无得你。我啊，青春我未交去念去。哦，咱大家拢爱有青春的肉体，较圆圆圆圆吼。咱这个火口哦，安尼行。哦，这个缩火口，哦，甲这个平火口，哦，这平火口，这缩火口啊，这拢一体式的，一体式的当较久，好用最重要。分离式的啊，伊就是较直直无缩完拎去啊，缩去。你手来一下，这个按钮啊，来你看啊，这个按钮按下去，哦，按哪里出水？哦，啊，忘掉那不要紧，哦，咱北区，哦，来吃啊，等你啦，咱要甲你夹啦，哦，咱即马，这个，哦，你有落掉哈，哦，这个爱放开，哦，然后北区。来北区，你看这线，啊，是不是丢的啦？所以是手动的。好啊。哦。哦，你奥多麦有法度进行啊，去啊爱用卡啦哈。嗯。好啊，了哦，这只当然只用掉的哈，啊，过来我家。所以是这两。啊，今麦北区好啊哈。等一下，所以是这两只要放掉。这个是夹住嘛？夹住的话，你拉不动啊。哦啊，这个可以转紧转松。啊啊。转松之后再拿往下。哦，转紧转松，而这个啊。我把它调灯，好、哦哦，这个啊，再来这个部分，你们要知道，哦，这个要小心哦，不要不见哦，哦，这个特级，好、哦，我们看啊，这个高，这个高 1.2， 哦 1.0， 哦，我们若是焊丝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很亲密，焊丝目前是用 1.0 跟 0.9， 哦，就是在内。
哦啊，然后这个 1.2 到时候有要用那一种 1.2 的，就把它转过去。哦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翻过来就好了。哦，转过来。嗯。好，这样进去。哦，这样子要 1.2 的。哦，这个沟槽很重要。哦，然后这个要记得不要不见。哦，这个用手转紧。哦，转紧啊，哦，转紧哈，然后这个压住，然后这个可以把它调松调紧哈，这个适中即可。然后这个焊丝就是这样子推出来。我们现在焊丝用完毕的时候啊，哦，这一颗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一颗没有了，那么就是把这个，所以跟打包机一样。哦，这个转下来。转下来，这一颗就可以下来。哦。然后这个新的啊，新的时候上去啊，哈。新的有这一层吗？哦，新的时候上去，这个有啊。哦，这个新的时候上去之后，它是一整捆的，然后这个把这个头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不要放开哦，放开的话它会整个散开。哦，这个一定要头拉住，然后这样子推进来插进这个洞里面，这个洞，然后再来一直进去，哦，这样一直过来，过得差不多，哦，过得差不多到这里，哦，这反正就是这附近，然后再来这个部分，然后再把它夹紧，夹紧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按下去，刚刚我是不是按下去它一直出现，有没有？它会一直跑出来就对了，对，一直出现。像是我现在出现的意思不一样哦。这个是出现，跟我现在的出现。然后这个，盖起来，这个防尘。你看这里面呢，叫独立的防尘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会不能够有那个灰尘。这个会比较快坏掉啊。它这个要保养吗？那个。Compressor。要用油吗？油吗？不用。不用油。好 ，Compressor。油的部分呢，就是若是有哪里有要上油的，就是。金属与金属摩擦的地方都要上油，而你要上油之前必须要先清洁完毕。你若是没有清洁完毕，你直接上油的话，你会让它的脏污会卡更多。所以有上油的话，跟没上油的话都可以。没上油它会比较干净，而有上油它就是比较可能会卡脏污。所以你上的油要上这个清油，不要上那个固体的。啊，那个油是不是不能碰到这个线？会有。碰到线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这个现在焊丝光好的来讲的话，就盖起来。然后这颗焊丝啊是可以不用气体的。来，我现在你这里有没有？来，你把气体关掉。这个。你现在把气体关掉。旋像瓶盖一样。往右。像瓶盖一样。好，转紧了没？转紧了。好，转紧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没有气体了。没有气体了哈。然后现在来。你等到我过去。来，你焊接。过去。来，你直接焊接，不要怕。啊，这个头嘞？啊，直接焊掉。来，直接把它焊掉。直接焊掉。你这个是镀锌的，所以都要有风扇，对人体比较好。直接把它焊下去，枪要靠着呀，然后直接焊。继续，是不是跟刚刚？现在是不是没有气体？我们把气体关掉了，然后你现在焊起来漂不漂亮？也很漂亮啊！也很漂亮哈、哦。这个就是清水排活塞的。活塞。这个焊到没有气体也很漂亮。这样子走也可以。可以啊！你这个没有气体的时候啊，你要这样子走，还是要这样子走？他这样子走，一般的话都这样子啊。他这样子走不会卡到吗？会啊，所以你就是要斜这样，你不能斜到这样子嘛。一般的焊接，哎呀哎呀，那你直接焊，焊线也很小啊，也很简单焊啊。就那么简单啊！你走太快了，以这个电流来讲的话，要再走慢一点。啊，你爱把裤较好行，进前较歹行。你家伊把裤也是要拍的裤的，倒的，你要安怎行才你欢喜？我较爱把裤。你欢喜点吼，空气才能舒服。凡事都是讲求个人喜欢最重要啊！我怎么讲的不是绝对，你坚持要怎么做，你高兴就好，忍得住就可以了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啊，
哦，这个刚刚有说这个叫电流嘛，电流大，啊，这个叫送线大。送线。哦，啊，电流若小的话，送线也要小。哦，啊，这个叫粗线的嘛。嗯。啊，我们现在枪用完毕之后，哦，可以这样子，把它套回去，我放着。啊，要用我拿起来。哦，该梳洗呀。然后再来换这边，来，你继续玩你的哈。我继续玩。哎，你带这把给。来，我们这边哈，这个，我们现在这个，你的枪要套着，哦，我们现在这个可以切换这个功能，三个，电焊 ，CO2， 氩焊，哦，阿哥、咪哥、T 哥，哦，这个可以切换，哦，我现在要动，你不要焊了哈，我现在切换到。这个我可以使用氩焊，哦，我把它切到阿哥可以使用电焊，嗯，哦，电焊的部分就是这边呢，啊，哦，这边，哦，电焊接跟电焊嘛，啊，现在把它切过来，哦，然后再来啊，一元化是什么东西呢？按下去的话，我们送线机那里就是它没有做到的，就是由这里做到，啊，哦，由这里做到的。哦，一般的话不建议这个，啊，你们到时候可以玩，啊，这个碗不会坏掉，我们清水牌最容易玩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制式啊，来，现在我们要表演制式，来，你现在枪把它按下去，然后不是现在按了，去焊接的时候按了，你现在啊按的时候再来放开，它会自己焊，然后再按一下就没有。就是你摩托车，要咱等等赶快。哎呀，还定速了。好，按下去，放开，一只手，哦，再放按一下就停啊。来，直接把它用掉。喂，按下去放开，再按一下。哦，然后啊。我们也可以啊，这个现在啊，哦，功能很多，你们再自己再去玩了，啊，这个我，可以去切换，哦，这个都是中文繁体说明，所以你们都看得懂呢，哦，这个可以去切换，哦，这个的部分，哦，也是一样可以去切换，哦，现在我跟你们讲那么多你们听不懂，到时候你再去玩，然后你就切这样子，然后去把它调整啊，这个干什么的？哦，然后你再去试，然后你就可以一一体会。哦，这个就是不能调。哦，这个收尾就是现在啊，我们用这个制式有没有？哦，就可以按第二次的时候不是要停吗？我可以把它变成更弱。哦，收尾电流把它调小。哦，它会变非常弱。哦，来，你现在按，然后你按第二下停止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下的时候，你就按着不要放，放开，按着不要放，啊，你干嘛放开呀，啊？按第二下不要放开。哦。来按，放开，按第二下，哦，非常小，哦，这个叫收尾电流，有没有？哦，放开，哦，那你懂意思了？嗯。很简单呐，啊，我可以到了最后面会很高温，所以它要变小的电流吗？哦，就是从这里控制的吗？哦，这个，哦，收尾，啊，焊丝直径，哦，就是粗跟细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个不能调，哦，就是从那个送线机那个墙络那边，哦，你们再自己去玩，啊，这个部分呢，啊，你看呢，啊，我现在按下去啊，它会一直出现，哦，来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哦，一直出现，然后你现在啊，来换枪给我。然后你去巴库，看你会不会巴库，还记得吗？对。哎，巴库，来巴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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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了，不搞，过来输啊，来哦，那就可以啊。我们现在是没有气体，直接焊接，这个就很屌了。啊，那盖子整个封住不会有那个灰尘，有灰尘它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些耗材快坏掉。
然后这个、啊、一定要插入后往右转紧，这个，啊，插入后往右转紧，啊，然后这个，现在啊，这个接在接地，啊，这个是哪里呀、啊？这个是焊接枪呢？为什么接在接地也可以？哦，应该是这个要接在这边，哦，这个叫做逆接法，哦，你也可以把它换过来。我们清水排最屌的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都很好用，但是实际上会有一点差别。哦，我们若是使用目前没有气体的来讲的话，就是要接副接法，亚焊跟离子切割机都是副接法。哦，我们现在接这样子跟这样子，接地怎么是在正极呀？因为接地正极。而焊接枪负极是使用没有气体的状态下，哦，会更好焊的吗？啊，这个，哦，这个螺帽有转紧，所以这个不会掉。按、啊、我们若是要带出门使用，这个把它拔掉，哦，都把它拔掉，到时候要搬运好搬运吗？那目前我大致上讲的差不多，你们有哪里不知道的？有哪里要问的？嗯，那个，想一下，离岸区就是要在换的。啊，哎呀，啊，一般的话我不会叫你用 TIP 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高周波可以让你，这个高周波引弧要接触引弧，啊，我们这台是 CO2 啊 ，CO2 给你用 CO2 用，但是你也可以用在亚焊，啊，亚焊的部分到时候那个配件的部分我会再跟你们讲，而亚焊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的亚焊机多功能的好使用啊，但是说让你可以有这个功能啊。那么这个大致上都清楚吗？哎、欸，啊，这个用、欸、如果带出去用发电机建议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若发电机的部分呢、啊，你们千万要记得，发电机发起来之后都是稳定电压后才可以把我们电源打开，我们设备的电源打开。哦，啊，那这样子我们还要再焊一下吗？无气体的状态下焊接好不好焊呢？不用，两位都会好。哦，这个这样子焊下去。来，把那个头剪掉。哦，头剪掉没有？然后这个，来这个 CO2 万能钳的功能呢、啊，我再讲一下。这个就是可以剪，还可以夹。你帮我录好的。这个就是可以这里剪掉，然后。这里夹火嘴里面那一颗火嘴嘛，啊，这个是夹这个火口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夹，啊，这样子可以转，然后我们现在啊，直接把它转开这个横探，转开，然后你手拿着，我开玩笑的，这个横探。哦、然后我们现在火嘴、哦、把它转松，为什么要把火嘴转松 拿起来呢？因为啊，我们待会啊，这个出现啊、哦、可能会顶到火嘴，这个里面的孔很小，可能会顶到、哦、你也可以不拿起来直接换啊，可能会顶到你再来换、这个是个人习惯，很烫、哦、啊，这个火嘴就是这个清洁桃花的啊，这个火嘴还有分长跟短，还有材质。我们有手套。哦，手套，好。你手套不用练了、啊，啊，我现在没有练了，以前有练了，以前我不怕热，哦，把它拔起来啊，对，然后现在啊，来一个去把它拔出。啊，我来巴库好了，我刚刚还没有教到你们巴库。现在啊，哦，我们是不是要巴库啊？这个打开巴库，然后我们现在巴库它焊丝会一直出来，出来到这里，我手碰在这里，还是眼睛看都可以。我慢慢的不能弹开呀、啊，好，慢慢的。哎呦，靠背啊，弹开的啊！哦，太快了。哦，这个千万不能弹开啊，弹开很麻烦。你看现在就很麻烦的。我们现在啊，这个线一定要拉着哈、哦。
你看，来帮我用进去一下。哦，很麻烦，这个到时候可能会打结。来，我们现在啊，哦，把它投在哪里？哦，投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啊，把它找那个孔，哦，孔在这里有没有？哦，孔在这里。哦，现在换焊丝也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一颗是可以没有气体，也很好焊的。哦，这个把它滚过去啊，换一颗。你们要焊黑铁啊，白铁？白铁。现在要焊白铁，拿白铁来。对啊，就那一颗。然后把它倒过来，倒到地上。直接搬过来，让它倒出来哦，你这样也可以的。然后把它挖开，那个塑胶膜把它拿掉。啊、它里面不会弹开哦。里面不会弹开，它里面有先把它插在那个桶里面嘛。啊，那个不要那么斯文了、啊，直接。试一下女人的衣服这样子的，他没试过，哦，没试过女人的衣服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啊，给我哈，这个有分方向，我们要把头找出来啊，头在这里。我现在这个这样子啊，这个方向在上面是不对的哦。现在若是翻进去的话，它会从上而下不对啊，所以要翻过来。好、哦，有没有？往下边吗？啊，这个先不要拿开，不然会又摊开啊，摊开。然后这个有没有？这个这里有一根有没有？这一根要对准这个孔，哦，这个孔插那一根呢，才不会你一直出现，然后它转很快会松掉的吗？哦，插进去了有没有？然后这个。螺帽，好、哦，逆时针，啊、哦，转紧，然后我们现在啊，那一个头呢，头在这里，啊，我刚刚忘了，它里面可能有胶带，你那个胶带的部分要先拿掉，我现在要把它的头直接把它拖出来，哦，没有胶带，啊，现在啊，这个是不是？有一二三三个折痕的部分都要拿掉 哦，直接把它剪掉啊，剪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手要拉着、哦、我现在剪下去哦，然后啊这个挖窟哦，来插进来哦，插好夹盖地难听哈、哦，这个插进来，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，然后这里再插进来，然后再继续。哦，我刚刚有说要到哪里，就是出去外面那边呢。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啊，是不是差不多在外面那边的？然后我们就把它转紧啊、哦，这边，啊、哦、这边，这块把它转紧，然后啊，盖起来，啊、哦、这一只大部分客人都是放在这里，然后再来啊，按按钮来给你按这个，哎，然后就会一直出现，然后这里出现，来你枪给我。哦，我教你们呢、啊，这个靠着，然后左手按着，然后我现在一个人按，一个人靠着它顶到，我手就可以放开的吗？哦，我现在按，然后我待会顶到，哦，顶到了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放开的嘛，然后再把它锁回去，来给你锁。对啊，
哎，对，把它插进去。啊，这个线跟这个火嘴有分 size 啊。线若是 1.2， 火嘴就要用 1.2 吗？哦，里边有没有转紧？有，里边用工具转紧。有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要转紧，然后就可以再继续焊了。然后现在是不锈钢跳，对，好，不锈钢的部分也可以直接焊在这个上面呢。啊，像是那一颗没有气，可以不用气体的，你们。有要带出门使用，你们就要买那一颗。啊，若是没有带出门使用，都有气体，我们就开气体就好了，就不要买。所以要先开气体。哎，现在要开气体。这个要用气体。哎，对。哦，可以的。